我们用机器点好了餐点，期待等一下要吃的美食。而且他说就是用机器点餐好像可以送一个东西，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看一下。We'll see。我们点了一大桌的印度料理，超多。这个我很推荐，它叫 Kebab， 它是烤肉串。然后这是我也很推荐的印度的那个炒饭。然后它上面有一根头发蛮大。就是我每次吃完这个辣的这些肉啊，或是鸡胸的时候，我都会沾，就是把它洋葱沾进去吃。我不知道它正宗的吃法是这样，可是就是它很解腻，然后酸酸的料。吃一看快点。嗯，就是优格酱。开动。这个饮料很特别，它是印度的可乐，然后它也是可口可乐公司代理。啊，在这边代理的，那我喝喝看。可乐，那气有比较多吗？气也蛮多的，可我觉得最好喝的还是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那这个味道也不错，下次来这边可以试一看。代言的嫌疑。啊，要这样子。印度可乐当 up， 我没有代言哦。有奇怪的味道。OK。吃完印度料理，它其实味道蛮重的，所以我要带大家去吃印度的印度槟榔，叫 Firebug， 它会点火在槟榔上面，听说可以让口气保持清新的感觉。哇、wow. ！那带大家去看。我们现在搭上了 Uber， 要从 Kamaki 去吃印度的冰火槟榔。交给 Danny 哦。Go。到了印度的 Central Park。期待吗？你要不要吃？我看你吃。那我们你念得出来吗？本来想考倒你。它其实就是一种植物，一种叶子，加一些香料到里面，然后我们再嚼进去。来，带大家去看。可乐冰淇淋。我们在台湾吃到这种槟榔，你会想到比较是蓝领阶级或者一些工人在吃，在这边不一样。这边的话，从小朋友到大人，甚至到西装笔挺的上班族都会来吃。那我来试试看好不好吃？好。在吃人嘴巴都会红红的，就像我们台湾在吃槟榔，因为它那个叶子里面会加一些石灰粉，对，然后糖石灰粉搅跟那个槟榔叶搅过之后会吐出红红的东西。涂那个石灰粉吗？石灰粉。It's really the lime. Aha, all lime is good.他的手很干净。You sure? 哦，当然是。哦哦。哦，你相信？你愿意相信？哦、oh, ，是好的。Anyway， 是好的。六个耶。跟这个吗？哦，加了加冰块。哇、wow.。好，点火喽。再拉远一点。拉远一点。Ready。哇哇哇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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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喂，什么感觉？这什么感觉？它现在冰冰凉凉，它里面有加点冰块，还有类似樟脑的味道。然后我请他加一点巧克力，因为我怕味道太重。然后。下次还是不会再吃，它真的蛮奇怪的味道。然后我刚才吐出来的，颜色就红红黑黑的，黑的巧克力酱肉，很像，真的很像槟榔。对，我下次不会吃了，好可怕。可是我觉得很值得来挑战啊，因为没吃过嘛，对不对？嗯，好吃。好，那我去结账了。它一个是30块钱，大概折合台币15块不到。What's the name?ये नाम पूछिए इसका नाम क्या है नाम मूंग की दाल का पकोड़ा मूंग की दाल का पकोड़ा मूंग की दाल का पकोड़ा बहुत ही टका पकोड़ा मूंग की दाल नो इट्स वेरी स्पाइसी ग्रीन इट्स वेरी ग्रीन सॉस या प्लीज टेक ग्रीन सॉस डू यू वांट टू ट्राई वन या यू कैन ईट वन आई नो या 我是明星，你看后面多少人。这是健力啊！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是有点像那种鸡蛋糕，然后用沾辣椒跟这个白色的什么，有点像是萝卜丝哎，好妙哦！他们好像很喜欢吃这个酱。
因为之前我看过另外一个他们的街边小吃是沾这个酱，辣椒水这样，还蛮好吃，甜甜咸咸的。嗯，很。还蛮好吃的，对不对？甜甜咸咸的 ，OK。它像面粉裹成一团面球，然后下去炸。嗯。现在路边有一个路人拿了一本小册子给他看，不知道干嘛。对，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你们要吗？掏耳朵 ？Nope。我不要，我不要，要掏耳朵。Sorry。他刚刚请你干嘛？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日本是有很多分享，就是大家掏耳朵，然后他上面有写说有点可怕，但是哦，掏耳朵的经，路边随便随机找人。耳朵就同一个人都使用了，因为我害怕，所以他刚刚插在头上。祝今天一整天的冒险。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公园里面，但这公园超多垃圾。而且我们刚才就是有点受到惊吓，因为很多挖耳朵的人围着我们，要我们挖耳朵。对，然后特别是他。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追踪、加分享。那我会分享更多好玩的地方、好玩的景点给大家知道。下次见，拜拜。哎，不对，拜拜。